好，朱建仁版阿肋路亚，我先从头到尾弹一次哈。其实跟我平常在弹完全不一样，有在注意听我这时候在弹什么吧？没有，那时候也在唱歌，对，那你们都在唱歌，很好。嗯，等一下你们用唱的时候，我在弹我弹的版本，啊，说会完全跟这个谱不太一样。那我现在先猜它的和弦 ，D 咪，就法拉利。D 咪，像没有写的啊，它就会延续前面的和弦。这边没有，其实是 D 咪，所以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一定要有和弦下来。法拉咧，阿肋路亚的牙，雷法拉 ，G 雷索西，注意哦，不是 G 咪哦，所以它这边有个 C 还原的记号。D 咪。然后降 B C， 我是弹 A 挂式 ，A successful， 然后回到 A， 你要弹 A7 也可以，我是弹 A， A 就来了，啊，过来一样 D 咪 ，D 咪 ，G D 咪。降 B C D 咪 D 咪降 B C D 咪，第一次不是 D， 这个 D 是到最后的时候，到最后有那个最后一次才弹 D， 其他都是弹 D 咪。好，它其实领金的部分呢，每个礼拜几乎会不一样。可是我找的这个版本是几乎，和弦都不会跑掉，大概都会在这里面。它可能会少掉 D 咪，少掉降 B， 然后变成 F 啊，那个你都可以弹。啊，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啊，所以我挑出来 D 咪 C。降 B G， 那通常我不会弹 A 到 A7， 我一样就是用 A 挂式 A successful， 然后一直到 A。然后过门的时候我会弹一个是弹哆来咪，阿廖喜欢拉记谱。德芬老师，怎么办？我今天不太舒服。你今天不舒服啊？其实应该是 A G M B 再到 A M 升 C， 你拿那弹出来的对啊？这样是哪号？
A G 阳 B 啊，好，那我现在弹我平常在弹的版本啊，你们要帮我唱哦。好，而且刚刚的速度算比较慢，哎，180其实很快，超快的。所以有时候一下很慢哦，大家就唱得要死不活的样子，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重要。我的惊死人，哒哒哒哒哒哒。